这里人太小了。你家太小了，不好意思。不敢了，我们以前是很腼腆的。好啊，所以那个这个经典你要不要讲一下，还是什么？我们这边有没有把讲啊？要讲很久。对啊。那我们把那个最后一个经典一章，这个是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，这个很好，我们把它读一读，把它带回去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好来。我们并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，你们留意这话，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，你们就做得好的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谁要帮？这些这个金姐稍微解释一下，麦弟兄。对，简单，这是说我们哈。